我刚刚看过了，病人并不是感染了传染病，不可以打光谱抗生素。嗯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你是哪个医？我懂吗？哎呀，反了，害死了人，还敢殴打主管领导！来人，报警，让警察把这个暴徒给我抓！耻，简直无耻到极致。哼，马主任啊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懑，本来想解决了这件事，自己立个大功，好好扬名一番，还能趁机扶这个不知道跟你是什么关系的小年轻一把，可最后却是这么个结果，换了谁也不服气啊。可咱们要相信科学啊，不信你出去问问，大家是相信这些专家现代化的治疗救了病人，还是会相信这小子手里那几根破针救了病人？哦，马姐，没关系的，只要病人能好就行，这不就是咱们的目的吗？不错，阿 Q 精神运用的很娴熟。 去让外面的患者家属们进来，他们肯定都担心坏了。让记者们也进来，我要当众宣布这个好消息，免得引起社会恐慌。唉，你说的没错，只要孩子们没事就好。咱们走吧，姐请你吃饭。出风头的事情就留给喜欢出风头的人吧。再等等，说不定还有好戏看呢。什么好戏？让马姐解气的好戏。 刘主任，重症监护室不应该让除了患者之外的人进来的。做事不要这么拘泥，要懂得变通。你看看那些患者家属多开心，回头让人好好消消毒就可以了嘛。哦，刘主任，记者们想采访您。13，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给马姐出气呀。你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刘主任讲得太精彩，忍不住鼓掌，没想到把杯子里的水给泼出去了。